大家好，小新今天没在家，所以今天的视频由我来拍。我现在要去收一下今天的鸡蛋。这个是我家厨房后面，这后面有三个鸡在这里生蛋。这里有一个窝。四个蛋，这一只还在下蛋。这里还有一个。这鸡被我吓跑了，我们收一个吧。这一只也还在下蛋，这里也有啊。这个农村的鸡啊，它到处下蛋，我要找一个窝就下了。这里只有一个蛋，说明它今天还没下。要留一个蛋就不拿了。这是打米鸡，打米鸡这里也有鸡在下蛋。这个鸡窝的话一定要留一个蛋，全都拿走的话它就不在这里下了。好，现在去拿鸭蛋。这个是鸭圈，看看有没有，看到有一个。这鸡没事跑到鸭圈这里来逛。有一个，这个是我们家的新房子，还没装修好，给大家看一下。现在建这样的木房子也挺贵的。这个鸭子下蛋了，不像鸡那样本分，经常下到田里啊、河里的。这有很多刺，不好过去。我前几天在这里找到过，它有时候不回去，就在这里下蛋。反正只要看到哪天少一个蛋，它就觉得这个下面算了，它自己像一个窝一样。大家看一下今天的收获，有两个鸭蛋，现在有两只鸭子在，母鸭子在下蛋，有八个鸡蛋，也不是一天生八个，是有的时候没有收。今天的收获就那么多。元旦之后我们会推出春节系列的特别节目，介绍一下我们湖南农村这边的过年各种习俗。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我们。